Get it! 加嘴! Hey, 各位 兄弟姊妹, 大家同心安安, 大家好! 哇, 真欢喜, 今天看到姐姐, 咱这老同志, 哈, 老同心, 聚集在这, 咱继续来 研讨咱台湾未来的前途要走向倒位去，好。那么今仔日我有听到真好的消息，好，等下咱秘书长会甲咱报告。我咱姐姐咱这同心吼，恁是对台湾有爱心吼，有责任吼，啊有良知，想要替咱台湾人。 行一条新的路啦吼！啊，好佳哉，咱林秘书长甲何瑞贤已经替咱找着一条路。较早独排的人吼，60几年来，拢甲咱传唔着路去，枉费咱真侪台湾人的金钱、时间吼，甲体力。那么今仔日咱组织伫遮，就是要搁进一步，来认捌。 咱的责任是啥？咱要安怎替咱民政府来尽一份的这个心力？过去我伫民进党，我当那资深的党员，伫党外时代，我就看美丽图书迄个杂志，后来甲我批评。我第一下看了就是捌，即几字我拢也毋知影，迄阵做兵的时。 我伫家己宪兵队，伫这个垂杨路边仔这水沟，有人发现一箱的枪支，交来阮宪兵大队吼。伫遐咧问笔录，我第一个接触到迄个老欧啊吼，讲啊这一定较早二十八事件，台湾人敞开的枪支，但是我并唔知啥物货叫做二十八，一直到听哦。 开始看到这个美丽岛杂志吼，开始启蒙，较知影夭寿。本用过10年所训练的这个台湾精英，也要30000的许中国人甲咱屠杀，有计划甲咱屠杀咯。伊就是惊讲台湾这些高人比中国较先进这些人，因若无甲台湾死，伊要来管台湾会足歹管啊，因为这拢是地方的属性。 头人，吼、哦，大生意人，有钱有地位的这人，唔正有法度带领台湾人来抵抗中国人，所以，趁咱迄阵一寡日本兵拢撤退了啊，咱无武器，无法度堪伊用这个美式装备吼，无法度咱无法度堪伊对抗吼、哦。那么，好不容易经过60几年。 咱新一代的领导人，哦，各拢开始葡萄啊，但是真可惜，哦，即个其他的党派、流派所研究的台湾的地位，拢是全错误的，甲咱带伊走入即个无位行，伫遐转袂出来，哦，好佳哉，咱林和伦书伫2005年，开始伫全台湾各地演讲。 来发表，啊！我是卡万拄着，我到2005年，我逐工阵开车经过中央市的中正路，吼，江湖路路口，啊，就看一个美国的国旗啊，吼，这第二支的了，啊，中国一个台湾，我迄阵甲当作讲，毋，这美国总公司的台湾分公司来遮设一个分公司的款，可能咧做一寡直销的。<笑> 啊！一直隔无两礼拜，我专心去听着，拄仔咱秘书长伫电台咧讲，哦，迄个论述我听着咧，有够兴奋诶啦！因为我加入民进党，伫即个柯信良甲徐明德，徐明德讲要好好一个咖啡，伊甲咱台遮二十八个精英，啊，白色恐怖遐拢总玩弄死诶，安尼十几万人吼，有失踪诶，迄个毋知安怎死诶吼，拢叫
半命了迄款嘞。七十万寿，伊无甲咱赔偿，无甲咱道歉，讲着要啉好一口，就一口气我吞下落。啊，柯信良讲要大胆西进，啊，要掏空台湾。哦，我对这两个董主席足失望的，所以我对这个政治就冷心了。一个听到伊个广播吼，还是规个心中热起来，头壳就像发烧安尼，烧到即马还袂退。嘿，我对都是对做安尼，因为台湾剩这条路呢，这国际法律的路吼，这任何人，吼，都变成美国人，就惊咱秘书长，都叫伊讲啊，莫阁过啊啦。吼，啊，所以真幸运，我有对着这条路，吼。啊，咱即马咱大家拢做咧写历史，吼，像咱去年十二月二三去见天龙，吼，啊去靖国神社祭拜咱遐个39,100个台湾精英迄个英灵，即拢咧创造历史，拢咧写历史，吼，咱参与伫当中，吼，即大家拢与有荣焉，吼，哎，希望大家坚心啦，吼，继续行。这条路，那么下面这个时间哈，我想我有准备一个 PowerPoint 哈，啊来跟大家三角研讨，这个由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布局哈，啊来看台湾的地位，啊来王先生拜托。这个我是伫网络吼，啊找一寡资料，啊来跟大家研讨吼，啊这个算抛砖引玉了吼。美国对中国施行包围战略布局的分析吼，你看为这个南韩、日本、琉球、台湾，一直到菲律賓啊，甲这个新加坡，哈，啊，甲缅甸，啊，巴基斯坦这样哈，这条能源的运输的这个航线哈，主要就是要封锁中国，因为中国伊的战备储油差不多7天俩，上高档佫加一礼拜两礼拜，好，那么美国。就伫这个施行包围，哈，歹势，记唔到，来甲中国封锁。那么中国想要脱这个封锁，伊即马就去甲这个缅甸，哈，为这边缅甸遮要开一条这个油管的大公路。结果缅甸最近咱这个希拉蕊嘛，伊伫要访问，已经甲缅甸收归。属美国这边，吼，心已经向美国这边，所以一条公路已经停止了施工。那么伊伫巴基斯坦，哈，巴基斯坦这个所在，伊也伫遐建设一个港口，按算要为啊，迄个港口来进口原油啦，还是一寡物资要入去为云南入去中国。结果巴基斯坦嘛是美国利用这个反恐，吼，甲联合国军拢。进驻伫巴基斯坦，嘛是等于这个回教国家已经拢听美国的，好。即马来看冷战时期，美国安怎设局来和这个苏联解体？好，第一就是伊先增加，和伊支出一寡钱开伫这个核武器的竞赛，这个研发。好，那么。进美国，虽然跟苏联哈，以前是说，即马俄罗斯啦哈，俄罗斯已经接替苏联伫联合国的这个席位，因为咧，迄个废除这核武器，这个，但是，即马是美国还佫有差不多80%哈，那么苏联嘛是要真济啦哈，进前做开这钱，敢不敢提出来用？嘛唔敢，因为这。核武
真正若真正提出来用吼，啊，全台全世界都会当被击败过哈。好，啊，过来就美国跟苏联咧，伫这个核对嘛，这个卫星的这个发射哈，大家咧拼第一名，看上会当先登陆月球。哦，啊，就一直像这军事的这个间谍卫星来咧发射了哈，登陆月球的火箭呐，太空作业拢咧受拼哈。那么，啊，核战的潜艇，我觉得。你若一般伫陆地上的这核设施吼，无较无法度移刷吼，所以较容易受到攻击。但是这核动力战略潜艇，伊拢载一挂核子弹吼，啊拢藏伫较深的这个海沟吼，还是伫南极冰帽还是北极冰帽内底，你要甲拍，皆无可能。这就是伫反核战的第二级就对了吼。OK。我即马雷根佫较巧，雷根放风声讲，因要发展新战武器。啊，迄阵已经伫1980年代末期哈，苏联已经经济已经足歹啊，好，伊甲70%的 GDP 拢用伫遮个武器的竞赛内底，好，好像伊伫1980年代，伊去占领这个伊拉克，伫伊拉克待10年。我那像进步，目前美国安尼同款，伊占领伊拉克，迄个嘛，即个阿富汗哈。那么阿富汗山介济哈，所以拢爱阿富汗做个拍即个游击战。那么苏联呢，伊个即个快速反应部队哈，伫山区较无作用，所以伊就拢爱用直升机载即个突击队去围剿阿富汗的反抗军。但是美国的供应伊建设型的次针飞弹。遐直升机直接直接拢要拍啦，所以苏联伫美国嘛，直接阿富汗嘛，食了美国供应这个阿富汗反抗军的这个经验对吧？准调离遐调十年，开足侪军费，开到因国家无钱通去买粮食，因为苏联伊一年才一开尔，遐冰天雪地。咱台湾一年三开，咱的粮食自给率差不多30%至34%尔。啊，你看苏联伊都爱靠伊。赚的钱的外汇去买外国买粮，迄个粮食甲日常用品。好，好啊，即马美国佫甲设计，伊头前遐咧一直咧支出，好，啊，即马这边甲会减少收入，你看。好，85年的10月，美国鼓励中东的那个亲美阿拉伯的国家，吼，像沙烏地阿拉伯啦、科威特，因遮咧增产，甲石油为35块。俗到变剩12块一桶，吼、哦，安尼减少吼100几亿啊吼。过、哦、来，雷根总统1980年要求欧洲的国家停止买苏联的天然气，这个天然气嘛是因美国嘛因苏联真大的外汇收入之一，安尼冲落到底吼、哦，结果苏联就伫1991年12月。就瓦解啊！因为人民为了要食一个面包、食一个牛食，排队排几半点，迄个排半工，啊，都工作拢无效率啊！吼、哦，啊，所有的生产拢是军事武器，也袂当摕来食。哦，所以美国安尼设计安尼一套，甲苏联创一个就瓦解啊！吼、哦、，OK。第三，咱来看奥巴马讲美国要重返亚洲。这个去年年底，迄个8月底，美军就全面拢为伊拉克撤军啊！啊，当然，这有一部分是大部分拢是撤登因美国。那么有一部分会撤去对，啊，这都还阁机密啦吼。但是美军伫琉球的基地吼，有一挂人员甲设施，伊要撤退去关岛，因为即马阿强那边拢。一直发展伊个长城个飞弹吼，那么为着要分散风险，所以伊有一部分个即个人员，原底有8000个海军陆战队要撤去关岛，但是美国看办者安那袂使，安那干那撤差不多4000-7000个要过关岛尔，啊关岛要甲做一个超级基地，吼，去做一个电站中心，包括即个资源个指挥资源个中心吼，那么。
美国有派一个第三远征军的海军陆战队，这个是足强的一个部队，特别加强这个琉球的防卫，对。就是讲，万一若讲台海有事，这些拢会来支援。OK， 咱就看这个韩战爆发以后，哈，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的大转变。1950年一月七五，杜鲁门发表气话论的这个声明。啊，伫一月十二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宣布日本、琉球、菲律宾划入美国太平洋的防线内，啊，台湾排除在外，韩国嘛排除在外。好、哦，啊，这个韩战爆发以前，欧美这国家拢嘛就咧讲，台湾爱向中国做中国的一部分，哈、哦。但是一直到这个1950年的这个六月二五，韩战在爆发了哈，这局势就大改变。杜鲁门总统在两天后宣布台湾的地位未定，而且派第七舰队来巡防台湾的海峡。啊，韩战所有的军事需要用的这军事用品，就向日本甲台湾来采购。啊，我是咧想讲，是毋是迄阵？会甲台湾、甲韩国、甲位伫美国的防线之外，是毋是要引诱北韩、甲中共、中共来打南韩、来占领南韩？啊，才会当美国的这个杜鲁斯因才会当来甲中国迄边，伊原底讲用利用开罗宣言，伊有权要来摕台湾，这个代志来甲化解掉。啊，这个美国的宪法是和这个美国国会有配备甲保持海军的这个权力哈、哦、权。那么，这个美国要建这个海军哈、哦，就是靠这个美国宪法第一条的第八，不，第一章的第八条，哦，而且有授权美国，伊若要向其他国家宣战，拢爱国会通过，啊，靠总统去宣布，哈、哦。啊，伊这个海军本身就有三军啊啦，吼、哦。海军内底有飞机，哈、哦，伊航空母舰顶有飞机嘛，啊，内底有海军陆战队，所以开出去等于就三军总动员啊，对。好，啊，美国伫世界有部署这个11架航空母舰，伊利用这啊。做军事的威胁，哈，啊，甲为着，我那算一个军事外交就对啦，威胁利诱拢有啦。你看19世纪西班牙迄个无敌舰队，嘛，应该是18世纪啦，无敌舰队到处建立在殖民地港湾，恩威并用，胡萝卜甲棒子拢来就对啦。啊，美国每隔一段时间都爱拍一届战争。啊，来实际验证这个，伊这伊所发明的这武器的效能，哈、哦，啊，并消耗伊的库存，啊，甲一寡要过期的这各种的飞弹啦、甲武器，哈、哦，啊，这美国足巧的，伊互民间在研究，啊、哦，比如伊要发展一个啥物武器，啊，你着找到三间，甲规个，哈、哦，写好，你爱达到这标准，啊，恁三，比如 F-35。好、哦，啊，到飞机厂里，家己研究出来比赛，看啥个效果较好，啊，选迄个。美国用安尼，伊当然原来有先拨经费互伊研究，伊开的钱较少，民间家己就去想办法去招股东入钱。苏联毋是啊，苏联解体伊就拢用国家的钱，啊，效率较歹，开不赢的，吼、哦，所以苏联足紧就倒去啊，吼、哦。好，啊，咱即摆来看美国安怎。设局要让中国崩解哈，以支持邓小平的小迄、那个改革开放哈，和中国沿海这些部分的省市哈，拢会当先较好起起来哈。但是咱人就是安尼啦，衣食足而知荣辱，迄个食饱先用吼，就会想东想西讲，哎、欸，是安怎人因美国啊、台湾拢会当家己选总统？会当选家己的州长、省长，
啊，若骂美国总统，啊，是骂台湾咱那边总统伊嘛作牺牲的，也袂了伊关。啊，因底下若骂因遐领导人，就了伊关甲生煞无吼。啊，这种下这个反政府的种子了哈。啊，过来，美国就定带予中国在制造业厂商，予伊变作国际分工下的世界卫生工厂、工厂了哈。但是一寡核心技术了哈，拢保留起来啊。譬如讲，美国的彭格公司，伊掌握核心技术，啊，包括物流，伊这买卖这個。那个直营的厂，那个店哈，拢美国苹果公司掌握哈。啊，内底 iOS 哈，伊个软体研发嘛，是拢掌握伫苹果总公司。上重要的就是定价权，伊一只 iPhone 4要定偌济，伊要赚偌济，拢伫伊个手里。好，比如讲伊爱定 iPhone 4 599，差不多$600。但是这$600，其中360是彭哥公司摕去。那么，咱台湾甲日本、韩国，伊是生产一寡较重要的这个零件，啊，甲交予这个中国的富士康来这组装了了。啊，若佫较低价值的这一寡电晶体啦、电子电容器。较去包二线的这个中国的厂商，就是因中国的制造业厂商是差不多伫二线，外商你去投资的算第一线，吼，像你，就富士康这款的算第一线，因拢去分包吼第二线、第三线，迄个中国的这个制造商的对。那么中国人迄个第二线、第三线，因赚偌济？差不多六块美金尔，拄好1%嘛。600块美金，啊！这真正因咧血汗工厂，真正无好谈。所以，美国因掌握核心技术，就是掌握这个附加价值的对吧？哈 ，OK， 好。啊，过来，美国诱导中国的资金来炒房地产，起几成？哈，这个真侪大楼哈。拢一二三十楼的吼，但是起一大片大片，结果无人买，无人住，吼啊，起高铁啦、高速公路吼，用钢筋水泥开70%的 GDP， 拢起伫这用这钢筋水泥堆积起来啊，吼，啊这拢较无效益啊 ，OK， 吼啊中国人爱民主，吼啊美国就讲哦，咱中美两国拢是全世界常用的两个国家。啊，互因去办这个奥运哈，啊，上海世博，啊，啊，讲因的 GDP 连伊超英赶美子，伊即摆已经甲日本干过，无唔对啦。但是，迄拢虚的啦哈。啊，伊个又是中国把百国的资金拢用伫较无效益的这个建设顶管哈。后来，啊，佮控制中国农业的平面，这个种子啊，肥料、农药。控制因的粮食生产，伊这個种子哈，美国有一间真大间的孟山都公司哈，伊发明这个基因改造，因为这个农药用遮济年来用要正百年啊哈，足济虫哈，啊拢病虫害拢是有抗药性，啊所以伊利用基因转植。来增加伊的抵抗力、抗虫害，哈、哦。所以你若买伊经济等于种，哇，足好个，足够大，生产量真济，哈、哦。但是你得爱用到伊的肥料，因为伊设计这个基因，就是专门要符合食伊本身所设计的肥料，所以你安尼落去，第片也要更掉嘞，好、哦。啊，这个农药嘛，同款。有的病虫害，你就是爱买伊个农药较头个死。当然，中国人伊嘛要做农药，但是因为伊无达到迄个标准作业程序，伊个生产拢遮差寡遐差寡，啊人加来就差足济啊，所以药啊扑了袂死。
都原来有一个笑话啦，就讲，一个农民吼，啊，都静静了，啊，讲啊，都生产歹，啊，欠人钱，心情郁卒，啊，就想讲，啊，无来迄个吼，买农药来食，啊，叫农药食煞无死啦，啊，就想讲哦，啊，无甲无死，无来庆祝的，来啉酒，叫酒啉的。煞死去啊！你啉着假酒，好啊！即个即个种子吼，咱过去台湾，咱差不多三十年前开始，咱经济起飞时，哦，大家就开始种有钱啊啦吼，啊，就开始买花花花草草，买来讲调治身心。啊，迄阵做时间郁金香无？啊！迄个贸易商就进这郁金香的种球入来，哦啊，卖出去开甲足水的，吼、哦，大家买甲欢喜甲。第二年伊就搁进口入来，伊就捞一半起来讲，甲这种球搁种伫土骹吼，搁互伊生其他的种球，伊一粒会当结几十粒的出来。哦，伊就想讲，哦，即马我来明年搁来卖时，就会当等于免本的啊。结果伊毋知影人荷兰冒迄个技术。你若无阁继续甲买伊个种植，你即马家己种遐袂开花，啊，所以造成纠纷，赔人赔袂哩，赔到爱走路，吼、哦。我、哦、这就是高科技的农业，差不多做到安尼吼。OK， 好来，利用中国来买美国的国债，即马大概有1.2兆，12,000亿美元的对吧？我、啊、这美国是好野人，啊，所以向这中国的这三车人借钱，吼、哦，这嘛足讽刺的，哈、哦。啊，伊美国用安尼就是讲，要让伊无多余的资金去发展伊个高科技的军工民产业，哈、哦。所以中国虽然即马经济有一寡优势，但是袂当专注军事优势，因为伊连喷射机的发动机，迄个原因伊都做袂好势啊。伊有做，伊会晓做，但是伊的这个。基础的这个金属工业，哦，金属的这个合金也耐热，而且耐弯曲，哦，这伊做袂好势，所以伊的引擎啊，到底伊的发电机，它每800点钟至，若飞起哩，这个时速若超过800至1000小时，伊都要规粒引擎落落来大修。啊，你看，咱早期的这个 F-104，哦，咱嘛有甲美国买一挂中国的吼。伊个差不多用到头8点8000小时了，才有咧大修，吼、哦，要差足济啊！你若咧战争个时吼，啊，无人机不时着咧，原因咧飞袂好势，咧发生问题，你连咪着载落来啊、哦、？OK， 啊，以上只作为吼、哦，就是美国要予中国面临通货个膨胀个压力。啊，个房地产泡沫化，啊，而且出口减缓，啊，即摆已经顶礼拜就开始讲，无要阁保迄个经济增长八啦哈，8%。啊，伊国营企业甲地方债吼，地方政府啊欠人欠足侪钱，劳资纠纷啊足侪，像富士康，好无？哎，去年啊，今年，一年来跳十亿个，啊，啊，因中国嘛是。已经咧实施这个劳工，像咱台湾这个劳工法，吼、哦，劳工基准法安尼。啊，这成本增加，所以足侪台商伫2006年就开始拢外移啊，都外商拢开始咧外移啊，拢咧走啊，吼、哦。但是呢，你这个，啊，这个美国的政策吼、哦，对中国甲苏联政策，袂因为换总统，啊，是这个总统换别个党咧做，啊，就大幅改变监管遐，拄啊讲遐政策。啊，尤其对中国甲苏联，佫较保守的就对了哈。啊，要最后一集要予中国倒就是讲削减订单，还是全面拢转单。啊，这个中国这个全世界的世界工厂，即要搬去倒？工厂有厂房，有机械设备，啊有员工，这员工若无头路。啊！即个员工无头路，就变饥民，即个人就会
变成这个反抗政府，讲要要求政府来处理啊。好、哦，啊，这工厂嘛，因二线、三线的工厂嘛，较无接单的能力。因不讲像郭台铭的富士康，本身有这个贸易部门，哈、哦，因拢是靠关系。啊，只要这无订单通去生产，这工厂拢绝对爱倒啊，哈、哦，这倒的问题就大啊，哈、哦。啊！美国是安怎要开大笔的军费来做这個世界的建设？哦，伊第伊这军费哈，去年2011年，美国开的军事的费用大概有7400亿美金，啊，中国大概有900亿美金嘛，就那真济啊哈。但是中国遐钱拢开伫因250万的这个。解放军的这个薪水，拢全开伫人事费用较侪，啊，军事的迄个设备武器的研发较少。好，啊，这个美国伊的盟国，然后跟其他的国家有军事冲突，啊，譬如讲韩国跟北韩来展开，好，啊，伊就会当随派这个航空母舰、战斗群，随时会当介入，哈。啊，这主要拢是咧保护美国的战略利益啦，吼、哦，原来拢咧顾伊的即个海上的即个交通的流畅，吼、哦。OK， 啊，伫亚洲，美国为虾米伫经济上要扶持韩国、日本甲台湾？即、这个6月25日韩战爆发，吼、哦，联合国即个军事即个。军事用品拢爱就近甲日本、台湾来采购来做供应。啊，美国对中国的施行包嘛，需要韩国、日本、台湾哈，因民富国强哈、哦，啊，所以联电、台积电因这晶圆技术，就是早期拢美国提供的技术，哈、哦。啊，台湾电脑甲电信这个 IT 产业精进了哈，是台钢甲。台设计制造是全世界第一的。啊，你讲泰国、印尼、马来西亚，因敢袂晓做电脑吗？哦，啊，这是安尼，美国订单、美国钱都要咱台湾人、韩国人、甲日本人赚。这就是因为咱跟美国是战略伙伴的关系，哦。伊当然爱甲咱遮的即几个国家吼、哦、较友好，跟美国较友好遮，伊会当提供技术。啊，因为遮拢是。强烈反共的，所以伊较敢把技术教予咱这三个国家。但是真可惜，为2008年开始，这个马英九算侵攻较严重，啊，所以把真济台湾较早的技术拢予中国人，算台湾人在无台湾心的台商吼，摕去予中国去甲因教吼。啊，美国是安怎伫政治、军事、经济上来挑攻台湾？哈、哦，政治上，美国是依照，哈、哦，伫1979年以后是用台湾关系法来辖制台湾治理当局，哈、哦，伊用这个来控制台湾治理当局，哈、哦。那么军事上，美国是以跟中国的关系好歹，哈、哦。那较好的是，伊就霸台湾，予阿强阿看，啊，那需要阿强阿来堪伊做伙来反抗的是嘛霸台湾，啊，那若伫其他贸易上跟阿强有一挂冲突啦，啊，就开始讲买卖武器予台湾，予中华民国，吼，啊，咱作祟，伊卖予中华民国流亡政府，啊，就咱台湾人纳税金去替伊付销，吼，这。这个局势，得阿咱台湾民政府执政了，咱一定要甲改变。后咱台湾人替美国人咧做，吼、哦，替伊这个中华民国咧做兵，这种违反这个军事占领法嘛，吼、哦。那么，咱无必要替美国人徛前线了，对吧？吼、哦，嘛免甲买武器，照讲伊爱用上好的武器。来给我们顾了、啊、
OK， 在2000年后，因为阿扁政府啊开放这个去大陆投资，中国啦，歹势我讲唔对啊。啊，这个美国甲台湾这个经济的调控，这个角色开始咧变化。咱即马希望马英九带去向中国倾斜吼，所以真济咱有那偏啊一寡产业的偏啊要更调咧，因为上游若过，中下游的工厂绝对爱对过，吼啊这。这个角色已经有改变，所以咱爱伫咱民政府执政了，爱好啊来改善哈。好来，阿来讲理想的建构台湾未来的模式哈。啊，我有列几个啊哈。第一就是讲，伫美国君主政府占领下的台湾民政府，咱来主持啦哈。第二个就是立陶宛模式，哦，咱来拒绝伫咱进中华民国联邦政府的体制下选举，吼，和这个投票率低于50%，安尼，伊就无大家继续统治台湾的这个正当性了，哈。OK， 过来的琉球模式，就是咱，伊这琉球模式当初就是1969年。咱日本政府跟美国政府咧协商，吼讲啊，我日本爱付我一撮代价，你较要甲琉球还我日本，结果协商的金额就是开3亿2000万美金，吼，给美国赔偿美国的损失啦，哈。那么，伫1972年5月15日的完全甲琉球交还给日本去管理，哈。我过来第四个。就是跟日本结盟做邦联，也是联邦，吼，哦，联邦就像美国安尼，吼，哦，美国一州安尼，吼，哦，咱，啊，那么那联邦就是讲，咱台湾就甲军事、甲外交权拢交联邦政府去处理，安尼，啊，邦联就像大英国是安尼啦，吼，哦，OK， 第三，咱来检讨。今年1月14日的这个中华民国联邦政府选举来检讨，来检讨一下。啊，拍摄。这个，咱之前咱拢有甲咱遮个来受人讲，咱来。琉球迄个，嘛，立陶宛模式，莫去参加选举哈。啊，你啊想，咱若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去投票所，去领迄个投票的单的时，代表啥？代表啥物意思呢？就是讲。你已经承认你是中国人，因为中华民国迄个身份证，就代表你承认你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嘛。啊，你领迄个票，搁伫自由意志下去甲投个票，结果选出来中国人的马英九来做总统来管咱，迄是咱授权予伊的，好，安尼咱就输去啊，啊，咱就唔对去啊。啊，选人蔡英文。去打到美国对一个红线，哦，伊本来就讲中华民国是联邦政府啊，哦，伊去美国交换去美国访问的时，美国甲问的时，伊安尼回答，美国人欢喜个。但是转来台湾10月11日，伫这个高雄咧讲讲，伊讲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迄个中国中华民国。政府政权已经就是台湾政权了，好，而且拄啊打到这个占领不移转主权，哈，这个，今仔就怪怪，是啊，今仔这个新的吼，敢那无啥听话啦，哈，好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，好，这。
国际战争法的这个帖子，哦，这个咱秘书长再一再再三，咱甲咱讲这个重点了，对啊。好，第三，为何这个总统咧选战争，是安那美国要帮助挽救？啊，要就是讲，拄啊迄个时间点，伊人咧发展核武。啊，要封锁这个霍姆兹海峡这个事件，吼、哦！啊，北韩领导人金正日啊，拄啊过往，啊，因为美国，伊进前就宣布讲，伊即马目前伊较无能力发动两个大型的战争了，对吧？比如像二次世界大战有欧洲战区，啊，东方这边有太平洋战区，吼、哦！所以讲伊即马干来这样拍一个大型的战争，一个小型的战争呢。啊，所以美国需要台湾海峡卖动乱，啊，拄啊卖红酒，啊，拄啊阿强啊，美国拢会当接受的人。啊，所以啊，佮小英去踩到美国的红线，啊，拄啊造成讲即个美国准得卖红酒这边，好 ，OK， 好，啊，咱来检讨本土台湾人对美国的期待。真侪人定讲，是安怎啦？无爱叫美国拨经费，予咱台湾民政府来发展组织，哈。啊，第二，啊，是安怎无要叫美国的军队赶紧入来，来占领台，接管台湾？好，过来。啊，那无爱叫美国，甲流亡政府，中华民国刷去金门马祖。其实，咱即摆爱认知的就讲。第二次自世界大战，美国甲日本、台湾是敌对国呢。咱即马咱是被占领者，美国是占领者。哦，上下位阶无同。咱就讲，总经理叫咱只新号要做啥做啥，哈，这应该是这个关系啦，哈。咱袂使要求头家从啥，咱从占领，咱就是爱听占领者的话。啊，咱是敌对，咱才有资格要求敌对的国家，讲要求伊来安，甲咱安怎？吼、哦，咱若心态唔对，就会像蔡英文安尼啊，吼、哦。因为蔡英文，伊嘛是去认为讲，伊是中华民国，伊是战争国的这边伊啊，中华民国伊啊。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即个即种错误的认知啦，吼、哦，我认为是安尼。是爱咱家己较有志气咧，较拍拼咧，所以咱秘书长是安怎？买个外口的这个募款，咱甘愿为咱的成员内底，咱这有心有要为台湾拍拼的人，吼、哦，咱来捐款家己的钱，咱较袂许大财团甲咱更偏啊，吼、哦。阿偏啊，就是因为伊挖大财团，所以伊许财团偏啊更掉咧。啊，有一挂把柄，还有国民党的廖伯啊，啊，摕到吼，啊，所以咱爱自立自强啦吼。咱做着有尊严的台湾人，咱家己拍拼，咱叫林秘书长，伊甲咱教这法律，好来看美国，好来要求美国照法律国际法律来行吼。啊，希望大家继续共同努力拍拼，好为咱台湾来行出。一条真光明的大道，甲台湾继续做东方的水属国。好、哦，感谢各位，多谢，谢谢。起立。起立。请坐。休困十分钟。